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开箱最新的手机报税，这是财政部报税网站，健保卡，选行动电话认证，登入系统，输入身份证号、行动电话和健保卡号验证身份之后，就可以申报了。也可以用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，或是台湾 FIDO 验证身份，省时效率，一举搞定。快来用手机报税。4年之前，有一位民间的设计师，他抱怨说用苹果的 MacBook 电脑报税难用到爆炸。于是我们就想说，开门造车嘛，你行你来，邀请他一起来改善我们网络报税的环境。随着科技进步，我们每一年报税的方式都更加优化。到了今年，完全不用读卡机，也可以用手机来报税，就是希望让每一年的报税都可以更贴心、更方便。另外，今年每个人的基本生活费从17.5万调高到18.2万，是很大的减税力度哦。记得在5月31日之前要完成申报哦。好，好像有点严肃。笑得开心一点点。好哟，想到要报税就好高兴，终于等到报税的这一天。